之前我認為抗戰呢一樣嘢離我出世太遠，並同我冇乜嘢關聯。但係當我去到呢一個活動嘅時候，我就知道原來佢同我嘅關聯係有咁大嘅。作為一個中國人，作為一個新一代，我們沒有經歷過戰爭，但是呢，我們有那個必須的，有那個必須必要性。去了解我们的世界，我们的国家，就是在曾经有一些人就是经历那个战争，为我们牺牲，才有今天的和平的世界。对。